哎，薛忠明老师请。墨玉以前唱的歌都比较是舞台性的，效果性比较高的，慢慢后面开始趋向于比较内心一点。我觉得这个歌今天选得很好，这首歌我觉得你唱得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崩溃。但有几个地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尤其是反拍的地方。这个歌有几个重点反拍，我的雨哒哒哒哒哒，这个东西你很容易唱到正拍去，你会往后拖到变成正拍去。你就是唱在这个小细节。好，我觉得你往这方面去努力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你再努力一下，我觉得蔡佳珍你是有威胁性的了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。或者是不用威胁啊，等魏明哲过关之后，你自顺利。才不要嘞！你要把他打下来。我要把他打下来呀！哎呦，有这个自信非常好。哎，雅文，我有一阵子没听到你现场唱歌，你真的进步很多。这首歌算是很大的一首歌，然后很激昂，所以我对《人心早预备》后面那一句你就会弱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其实应该是越来越上去的。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，还不算太黑。但是你会还不算太黑，就是说起来会觉得哇，就不见了，会觉得有一点可惜。你可以继续加油，真的，你进步非常多，小心加油。上周唱出90分的王墨玉，四六岁能唱几分呢？评审，请给分。每周表现都进步神速的王墨玉，这周让人非常的亮眼，分数来到了89.4分、9.5分、89.6.7，还有没有8？是否可以冲击我们的佳珍呢？有没有90？有没有89.9分？谢谢老师。好，是注意细节了哈，谢谢，请稍微休息一下时间。谢谢墨玉。接下来介绍我们的卫冕者蔡佳珍，欢迎。